主料：面粉300克，南瓜泥180克，牛奶80克。辅料：酵母2克，红糖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面粉加南瓜泥、牛奶、酵母揉成光滑的面团，发酵至两面被打，排气揉匀。红糖加入适量面粉拌匀，将面团分隔成每个约120克的小剂，擀成薄片，加入红糖馅，包成三角状，醒发至暄软，大火蒸15分钟，关火焖5分钟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请根据南瓜泥的含水量决定面粉与牛奶的用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